这个是邱淑贞，这一个是张佩乐。那这个人又是哪个啊？妈，我好乱啊。由于疫情继续在香港肆虐，大家都继续留在家，不过长期留在家的确会无所事事，所以张佩乐就在 IG 分享了靓相，兼集思广益请教网友怎样打发时间。不过认真分享方法的网友不多，大部分都只是赞沙女好靓女。更加有网民留言话劲似邱淑贞，你们又怎么看呢？